我叫白一航，一个完美的男人。可是我有一个秘密，每晚八点我会变成猫。这个女孩竟然把我当做流浪猫捡了回家。你长得挺可爱的嘛。喂喂，你要干嘛？不许摸，不许抱，不许亲。话说还有人住这种房，还没我家厕所大。虐猫呢？哎，算了，我原谅你。你被雨淋湿了，该洗个澡吧。不要碰我，走开！不许玷污神的节奏。后面也要洗干净哦。我叫白一航，是一个每晚八点会变成猫的总裁。一个意外，他成了我的主人。丫丫，我最近谈了个男朋友，跨国公司高管，年薪上百万，住在市中心豪华楼盘的顶层，感觉人生一下子失去了奋斗的动力呢。如果哪天你的卡里有一百万，你打算怎么花？我没想过。只是就一百万？天哪，我岂不是连管家仆人的工资都付不起？等等，仔细算算，我拥有的房子可能水电费都不会交了，只能搬到吵闹的市中心顶层，直升飞机也用不起了，车的油费和停车费还勉强可以负担，大叔只能留一个。这样的苦日子至少要挨两年才能用一百万赚到现在的财富。哎，光想想人生都失去了动力。